Hello everybody， 现在要去一个仓库，然后看那个场地，因为嘉哥打算办一个 RE 的一个展，然后请一些朋友啊，或者是一些媒体朋友过来看。Brandon 跟那个 Travel Style 一起合作款的这样一个，告诉大家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举动，加上又马上又年底了，所以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，想要去做这件事情。嘉哥呢，可能过两天又要出差了，所以就没有时间，所以就定在了今天去安排这件事情。这个展呢，我们会在2月21号展出，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了。然后有一些该做的大型的道具啊什么的，也陆续都在制作当中。所以，今天我就是要带你们一起去看一看嘉哥工作的时候。然后还是被刮了啊？咋回事？被什么刮伤？我好像受伤了，这不就特效霜吗？被口红刮了？被口红怎么了？我们在学校什么？你都还是被口红刮的，像不像淤青？像的呀，感觉像那种碰到的。是我口红擦擦不干净。我说我不来骗你们，我在车上计划好了。你打个提示。越想越生气。口红怎么会擦的？我以为是口红那个罐子和口红那个。刚刚说这个门是打开的，这个玻璃门是会贴窗贴的，它是有一个门的一个窗贴，就是把这个贴在上面。本来它是有一个实体，然后后面可能就是怕影响这个动线，等于就是进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人还是得这样子。两边。然后直接这个 logo 放在这里。鸽子从鸽子的窝里面这样一路走出来，走到这儿，就是它先是在窝里面是这样子，然后到第二个头就是可能就是这样子站起来了，然后到最后这幅画它就这样，或者说中途就是先是鸽子窝，然后中途把那个 Travel Style 的那个东西叼着，它在鸽子窝的外面，然后我就叼着它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，然后就走出来。就是给他准备一个大的画板，就是你们哦，我知道了。他把他自己觉得他今天的自己，或者他印象中自己，就全部画了。画一个。画布旁边有个作品的名字，就给弄不起一个类似，就是大家一起创作的，但是上面是空白的，上面有说明怎么玩，就画完以后就是这个艺术品是。对，就所有人一起，你们一起的，对。嗯。转折点可能是到这一格，或者在这一格，然后这儿再接个木板墙，这样子。哪怕这边墙这里再做单独的东西，对的，做个弧的也可以，对，就是只是把那个开的那个门放到这边来。今天是他们在布置现场，然后呢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到现场，所以只能跟他们通过视频连线来看一看。这是我的铃声。不闹了。嗨 ，Hello Hello。我们带你下去看看正在搭的这个场景。好，你去看一下。好的好的。你看看有哪些需要调整。啊，看到了。对，这个还在做这个板，这边会放一个路牌，就是刚刚那个蓝色的牌子。这个墙就是我们放画板，让大家可以来自己画画的那个地方。哦。他会看到有一个墙，这个墙的背后我会放上我们的 logo， 这堵墙会整个是白色。上面会挂上我们的，画，我们有一张就是刚刚咱们一起画那个大画，然后还会有一些小的，上次给你看那些，对，小的画都会有，就是波普艺术的鸽子的这样的画。对，这里是一只那个巨大的那个，就咱们那个大鸽子。嗯。这边这个墙就是上次你想到那个创意，鸽子从这边出来，从窝里出来，一直飞飞飞飞飞，对的，一直飞飞飞。拜拜拜拜，琛哥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可惜这一次没有在没能在现场一起帮忙，所以希望
我的两位好哥哥可以准备的顺利。我回去上海之前这个展就已经开始了，所以希望这个展可以举办的顺利，然后也有很多人去看，然后有很多人喜欢，那我也来期待一下，期待子。